我们上车，我们上车。好喜欢你哦！你没有觉得你一下子就跟我们就融进来了吗？嗯，因为我喜欢你们。今天晚上找回一些形象，找回一些什么形象？那么丑。好久没到偶像忘了。你早就不是偶像了，你是一个谐星。 但其实你跳舞很好看，为什么一定要跳那些丑男舞？你今天晚上有舞蹈表演吗？我也有，那我得去学，生怕跟人跳不齐，人家是起舞。到了，到了。哇哇，好漂亮！终于要演出呢。 期待今天的晨环夜啊！哇，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我们往前走吧。好漂亮哦！哇，逛花灯的感觉，感觉像古装片里面。哎，真的很像庙会，对，就猜灯谜那种感觉。哇！这里呢是葛仙村度假区。 它的秀美与古风并重，就好像人在梦中游。然后戴那个面具，偶遇。阿姨们，我们都是印堂少女。呀，你是印堂少女33的吗？我也是人呐，好巧哦。这样的夜景呢，亦真亦幻，和光影秀的结合如痴如醉。这个灯真的好漂亮啊。 它这里的光影呢是非常的唯美梦幻，感觉像古装片里面。对对对。那我们再往这边看一下我们要表演的舞台吧。好。哇，这是水上表演，水舞台，也有一番滋味。还有鱼类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排练室吧。